我是董鑫，来自福州长乐国际航空城管委会，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扎根航空港工业区10年，我见证了工业区从待开荒蜕变成为如今经济体量位居全市工业园区首位的国际航空城。1997年前，福州市只有军民共用的小机场，只有少数的国内航班，每年旅客吞吐量只有100多万人次。1993年，福州正式启动长乐机场筹资建设，到2019年，旅客吞吐量已达近1500万人次。“十四五”开局，长乐作为福州市重点建设的6个现代城之一，以机场为核心的国际航空城建设驶入快车道，高铁进机场，让机场腹地向闽东北纵深推进，机场二期将引入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福州至长乐城际铁路 F1 线以及规划中的湖浦城际铁路 F2 线和福宁城际铁路 F3 线等多次式交通全部建成后，将形成以机场枢纽为核心，3条城铁2条高速公路为贯彻骨架的1+3+2立体综合交通体系，助力以滨海新城为核心的1小时福州都市生活圈建设，绿叶勤迈，税率更新。如今这片乐土作为滨海新城与国际航空城两层叠加的主战场，承载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我将继续劈波斩浪，勇往直前，愿实干诠释新时代基层服务者的风采。